刘老师，完美无瑕回答大挑战，我来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敢接招吗？来吧。憨憨还是老干部？老干部。为什么是老干部？因为所以自然道理。一到十分给自己的幽默感打分。能 get 到十分 ，get 到负十分。你会看自己的视频吗？会。看的时候是有什么感觉呢？没眼看，没眼看。今年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 ？Yes, OK。好，老师，我们要过来营业了。好。对于自己 C 位出道有什么想法吗？肩负重任。在长龙和大家相处这么久的时间，关系最好的是哪一位？东。你是个爱哭的人吗？还行。那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总决赛。为什么哭呢？那你去看看节目吧。喜欢拍照吗？喜欢。那用这个道具做一个超 A 的动作吧。Hello， 刘老师。Hello， 我又来了。来吧。挑战还没有结束，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好啊。你会害怕镜头吗？分情况。什么情况下你会害怕镜头呢？带妆一天，脱妆的时候。那你喜欢补妆狂魔这个称号吗？其实都行。你一天最多补过几次妆？应该算是时时刻刻吧。现在会选择上镜无瑕疵的粉底液，能给我看看吗？用的是什么 ？UHD 高清粉底液。哎，你用这个粉底液是代言了吗？这个还是等品牌官方的消息吧。刘老师，你说漏嘴了吗？好了，我要去拍摄了，拜拜。